起来，小弟。各位同济学员吼，我洪先生吼，今天给我简单来介绍，来做敬教会，里面教会这个咱们林医师，伊现即即嘛是罗东圣母病院，天主教圣母病院的院长吼，啊，伊是1950年8月出生，伫这个高雄，也台南一中毕业吼，我大多伫。另外，迄帮个介绍，就讲是高雄中学吼，有哪求职吼？伊大学迄种毕业了后，伫迄个高雄医学院医科毕业。啊，伊伫大学时代，我甲伊就熟识，所以到底是差不多算四十年朋友吼。即伊对咱台湾的关心，我为一点代志来服务。伊对咱台湾原住民的关心吼，伊大学时代就成立一个百达三地服务团。做大大小的时团，伊个时就是对原住民做一个服务团。伊就感觉讲原住民是安那，因的民族遐尼啊可怜。日本时代、甲国民党时代，顶时无啥物人在遐照顾，所以伊读学生时代就有这个对台湾的关注甲爱心吼。咱两位听伊演讲，伊就会使了解愉快哦。那毕业以后，伊捌甲迄个郑南榕。大家了解这个郑南榕著名的郑南榕，每个人国民党迄大臣手甲捧着伊身体的郑南榕，伊甲郑南榕甲李建强遗书，咱两个三人发起讲，咱台湾人对咱台湾历史完全无了解，较伫外。但遗书要介绍的物件，我头拄仔伫遐听两点钟，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真完整的一个咱台湾医学界甲台湾历史的一个理解。虽然我甲朋友较久。但是嘛，无一个机会像今仔日大家遐尼有这个机会，头头尾尾完完整整对台湾的医疗史、甲台湾的台湾人意识，为迄个医界者，大家应该袂使听到伊精彩的这个分享吼。二八事件以后，台湾人全拢定去，无人敢讲什么话。就结果还未死吼，就结果还未死的时阵啊，陈建仁甲台南人甲李建仁。发动出来讲，咱对日本的事情一定要了解。历史无交代这个物件，究竟发生什么？彼阵是爱抬抬头的，一个人到要抬头抬去啊。但因为艺术的勇气，彼阵伊敢做这个代志，老实讲也是真好，大家钦佩有一件事吼。啊，伊咧做代志讲做迄个南白子、南甲子，彼阵一个新干线的去花莲选。一话又还是无人敢去啊！去选，结果是国民党做票，无伊选无条，无条结果伊变条吼。啊了，伊就甲英英讲无英英啊，无华联了你。啊华联，你阵啊，啥物人敢去选？迄一定是国民党的天啊，无就亲民党的天啊，你去选条。哦啊以后，民进党的人就是讲，迄个敢那袂歹啊，会使选选，通买个钱啊。啊所以变到目标迄个。伊就搁转来台湾遮，迄阵个立法院伊就发动一个叫做“新台湾新国家连线”，所以咱台湾一定爱心是新的国家。啊，新的国家，应该讲民众讲到遮，大家看好当时怎么回事去啊？吼，所以到尾英英伊就回高雄，从底下做卫生局长，啊，卫生局长了，即嘛在广东县某会议，啊，英英伊人个人格。在伊个最好，是所有个朋友甲台湾个社会，大家是真肯定。我比一条大家听，伊去罗东县无病，讲了无叫伊去，伊就去啦。伊为了讲遐医疗设备甲这个医社不够吼，发动一个5亿个，无法5亿哦，伊真短时间伊用个人个成本甲放弃，国内外真紧无伊个目标成功啊。所以这件代志。也是互人真感佩一个所在吼，所以今仔日迄个东京医师就会半工来遮，啊，大家讲出啊台湾医疗的顺代志，我相信是大家真福气的一件代志吼。啊，东京新医师啊，因为这五年来，我相信大家拢做有做，啊，有做无得套，啊，无得套要气死也是安怎。所以伊甲大家个一寡朋友讲，有无容易无你出来面对，
过来创一个报纸好，还是按算即个在球场上要成立一个阿报，叫做民报，吼、哦，啊民报，台湾民报已经是即个蒋委员所的，啊，因为在苹果想要弄一个民报，即个在球场上吼，啊，大家再拭目以待，啊，大家来好好来支持，啊，今仔日相信你若听过这段演讲，因为我头仔拄仔伫遐听两点钟。两点钟足足拢无休困，讲袂煞吼。啊，但是只可能时间上的关系吼，我想大家有一个即个很好的机会来听韩老师一定来来演讲，我相信大家听完一定感觉讲，你这边来遮受，实在是非常不简单吼。啊，咱用一个掌声来给咱带一下。多谢，各位前辈，各位好朋友哈，我真感动啦，我无想讲，较侪人都走来即个遮偏僻的所在啊，遮认真咧上课哈，啊，有真侪少年人，我感觉真欢喜啦吼，我即个时间短短啊，毋过我向大家分享，我伫医学院安怎咧教医学生啦，吼。我当然是要教恁其他个物件啦，是要教历史。如果感觉台湾个人无历史教，咱大部分无了解台湾历史。伊毋是讲伊遐有历史，农业嘛有农业发展个历史，工业有工业发展个历史，政治有政治个发展个历史。恁来遮可能上较侪含政治有关个物啦，政治啦、外交啦，拢是个主管重点啦。因为我来讲医学，啊，不过我因为你若听我讲起，我就是讲，啊，医学含政治无关系，医学含经济无关系，含社会发展无关系。啊，医学个内底吼，咱看出台湾个命运哦，这是趣味啦吼。啊，所以我安尼就是甲大家讲，即我个想法是，医学书啊，爱互伊有对家己个知有一个了解。啊，自然就对待咱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责任感，也是讲使命感啦吼。咱知影吼，台湾的现代医疗吼，大概发展到即摆是差不多百几年的历史了。啊，这个时间嘛真好记，因为1895是咱台湾史最重要的一个时间，因为1895就是台湾挂号日本，吼《马关条约》甲台湾挂号日本。所以1895以后变日本人统治，啊，日本人统治50年了，他也国民政府。啊，不过伫日本人还袂来以前，伫30年，其实是还佫清朝的时代。啊，清朝的时代吼，你拢知影清朝含真侪西方的国家，捌发生战争啊，啊，拢怕输啦，啊，怕输就含人签不平等条约啦，就是讲，啊，在外国人民就是要做生意嘛，所以叫。清朝政府就是讲，你要开放什么所谓，就是通商的港口啊，吼、哦，你袂使禁止我来遮传教，也是袂使禁止我来遮做生意。啊，当然，这个开放通商港口了，外国人特别迄个时阵是欧洲吼，欧洲的国家伊就是来做生意来传教，但是嘛，甲这个现代医疗，有通传到一个地方。好、哦，所以咱伫清朝的时代，台湾的医疗当然有汉医，啊有。民俗的医疗，比如讲找当地啊，啊无就去庙宇求签师啊，啊食草药啊，吼、哦，你看安尼有即款的。啊，阮厝边嘛，阮厝边家己的医疗啦吼。啊，毋过，伫1865年开始，诶、欸，有英国人，吼、哦，英国的医生开始来台湾做这个现代医疗。不过你一定会想讲，啊，荷兰的时代，咱知影伫台湾历史上。荷兰人嘛，我伫台湾差不多30年的时间吼，叫做安平吼，台南的附近，荷兰人嘛伫遐。啊，迄阵荷兰人看病要找啥？荷兰人总袂去找咱的当地，无可能找咱的汉医啊，伊若无咧食咱的草药啊，所以迄阵一定嘛有荷兰的医生，嘛有荷兰的医生。但是较可惜就是讲吼，无留下来啥物真侪的记录。你若要看迄个热热兰城的日志，荷兰迄阵是拢爱写报告给这个雅加达那边，对印，吼、哦，这个东印度公司，
伊拢有即个一寡文书的记载，迄内底是有写着讲有好人的意思，所以恁听迄个《安平追想曲》啊，《安平追想曲》内底就讲啊，伊是好人的主意，吼、哦，好人的主意，可见迄阵来含好人的兵啊来到台湾，啊，当然伊就是咧替好人看病啦，大部分是安尼啦。不过，迄个时代医学也无遐发达，西医两三百年前才无钱。所以讲起来，伊迄个医疗嘛，无啥物真显著，互台湾人感觉着讲，哇神奇，还是讲吼，哇甲伊欢迎。吼，所以我咧甲看伊迄个记录，伊有哪有伊的病名啊？不过伊的病名是怎啊？就是讲，因为伊其实上惊的就是传染病，所以伊迄差不多就是一个隔离的病名，就是讲老人得着传染病。伫船顶也好，伊就爱去甲伊放喺迄个所在，还是讲比台湾人来传染病，甲你隔离伫迄个所在。村内无啥物啦，村内无啥物，吼医疗物件。啊，毋过到1865就无共啦，1865已经19世纪啦。19世纪西方的医学已经开始进步，上大个明显的进步是外科手术，因为即个消毒的方法、麻醉的方法进步啊，所以才有法度手术。你若无这个麻醉，你手术是不可能。啊，你无这个消毒，手术了感染死亡率真高，所以也袂生意，互人感觉讲真大劲。但是到我这个19世纪来，西方的这个医疗外科方面突飞猛进，特别是这个拄只讲消毒的方法、麻醉啊，啊，搁来抗生素，抗生素的这个发展，一定就是消炎嘛、杀菌，所以做好个。所以西医来到底，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足大的冲击，因为汉医无咧手术，汉医几乎是较无咧动刀，无这麻醉这种物件。所以1865是真出名，就是讲，迄个时代的这个欧洲人开始这个航海的技术好起来，所以因就是世界各地安尼拢去咧寻求这个殖民地啊，发现新大陆。所以呢，欧洲的国家海权开始进步的时候。想开始是葡萄牙，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过来就西班牙，啊，过来就荷兰，啊，所以荷兰既取了荷兰嘛，来到东南亚，所以荷兰去印尼啦，啊，嘛来台湾，啊，过过到英国，所以1865时，这就是马街迄阵来台湾，伊所画的台湾地图啊，啊，你若看荷兰时代画的台湾地图，更加注意。荷兰时代画的台湾地图，有迄个台湾岛是两地哦，不是一地，因为迄阵无空照图啊。啊，所以因是伫台湾海峡船安尼过，也是太平洋这边船过，啊用望远镜看，啊画。啊，所以迄阵哦，有诶，甲你画做两地啥物？这边浊水溪吼，真宽，你知道？啊，这边秀姑峦溪嘛真宽，所以迄个出海口，伊看袂到内底，伊想讲这是分做两地，所以荷兰人来岛内底，台湾岛毛迄个两地岛位。要真注意啊！啊，这种是马街老的来读啦吼。不过你会当了解，就是讲，迄阵西方人对台湾其实已经有真侪兴趣啦吼，有真侪兴趣。啊，清朝到尾啊，佫签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连台湾的港口嘛开放啊。迄个时阵，打狗就是伫咧高雄，高雄迄阵叫做打狗，啊，打狗嘛被逼开放通商港口，所以恁家人去高雄佚佗。要去西雅瓦中山大学，啊，半路迄个山坡上有一个英国领事馆，啊，那英国领事馆是啥？啊，就是因为迄个时阵大高港开放通商港口，高雄英国人管啦，所以英国人就要设领事馆，迄个是一般人那个事，英国人设领事馆就派兵啊，伊要咧顾迄个港，啊，不但是安尼，海关拢英国人咧管，所以船只进出啦、检疫啦。哦，检查是不是传染病上是英国人在做，所以迄个就是讲，把迄个港的管理权交予英国去了，对。啊，所以安尼英国人伊就开始对这个所在定居，所以就有一寡医生、传教士对这来的吼。啊，这第一个来的叫做 Maxwell 啊，那个反正马雅各，啊，伊就是1865年对基丁克。啊，不过伊对基丁克啦，伊迄阵较出名是要去台南做医生啦。因为咱知影台南，迄古早是比高雄较闹热啦。因为台南是荷兰人就伫遐建城嘛，
郑成功嘛是用台南做基地，所以台南迄个时阵已经是台湾的首都啦，讲起来是安尼。啊，高雄是一个小渔村尔，百几年前，基丁是一个小渔村啦。所以马斯威尔对遐起来了，伊就去台南开一个医馆，啊，伫迄个所在叫看世界吼。啊，开这个医馆的是，不过一开始你想台湾人是欢迎还是不欢迎？尤其汉医上无欢迎，对不对？因为讲这个清醒力的吼，啊，所以看伊咧动手术，咦，台湾人嘛惊咧，啊，汉医就安怎个放倒讲吼？哦，诶，洋鬼子医生，拢甲咱摕咱个人个心脏，啊无就内脏，摕去咧做药啊，就对了。因为汉医就是啥物动物的内脏嘛，拢会使做药啊嘛吼，所以啥物嘛会使食，你知？啊，如果哦，诶，外国医生真夭寿呢，哦，迄病人钱拢人摕内脏，摕啥摕，要去做药啊。啊，所以在南部城乡亲安怎，你甲赶走，唔好伫遐做医生，好，去石头啊。拼死啊，就是呾赶啦，我就去做医生，要甲赶走。甚至有几下伊个伊传教嘛，啊，所以有伊个教友教导吼，帮忙伊个伫遐咧割油啊，也是做伊个助手吼，叫伊拍咧。啊，伊其中有一个吼，叫做高长，高长啊，高长，这高没高长吼。你莫笑，高长是高祖明个阿公啊。高祖明是足重要的牧师嘛，吼，咱拢知影。基督教会啊，高祖明牧师伫伊做基督教会做干事的时候，伊发表一个台湾的，一个建立新国家、新国家吼，台湾要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伊一个声音。所以到尾，高祖明牧师嘛是为了伊关系嘛吼，啊，伊的阿公就是已经是一个基督教，迄阵就是帮忙马斯威。阿妈说：“伊在人要做医生，拄着困难，要安怎？伊当然要退到伊基丁，因为基丁都有英国兵啊，伫遐咧顾，所以就较安全啊。人敢唔敢去甲伊欺负，还是要甲伊拍？所以我都伊从退到伊基丁，做一个医馆，啊开始做医生。不过伊个医术真好，所以慢慢基丁的人就较侪人去互看病，啊，过来凤山啦、屏东啦、祖名啦，甚至到到台南，就拢知影讲，咦，哦，这个外国医生医术真好。”啊！伊伫遐成功了呢，伊嘛是念念不忘，要去转去台南，所以伊阁第二度去转去台南，阁开一边。啊，这边成功啊！伊拢开一个新老病院，新老病院到今日台南也伫咧。咱后台南来乡亲就知影一个新农医院，所以新农医院的历史就才有140几年。啊，这就是台湾第一间现代化的西医的病院，就是新农医院。哦，所以。咱前拢知影啥个代志，就是迄阵有一个英国人和马斯威尔做伙来，这个英国人叫做皮克林，咱台湾叫毕奇林嘛吼。啊，这个英国人是一个探险家，伊陪马斯威尔拢去真侪病魔族的所在，吼，去共看病啦，创啥吼，所以有留真侪记录起来。伊当伊英国了，写一本册叫《Pioneer in Formosa》，就是讲以福尔摩沙探险记的地方。啊，这内底有真侪相片。伊介绍着马斯威尔，啊，这就是迄阵去的基丁港。你看高雄港伫百几年前只不过是安尼尔，吼、哦，无想到讲今日会变做一个国际的足大的商港吼，船只嘛已经足大吼，啊，迄种是就是敢若安尼尔吼。啊，这就是伊伫基丁做便宜的第一间的所在。我真可惜，这个所在已经拢拆甲无看到。吼、哦，所以我拄则讲咱台湾人无历史感就是安尼吼。对咱真要紧的物件，咱并无甲留落来。听见听见啊，准多煞吼。啊，毋过加在，你只若去基丁去找马斯威尔留落来，还佫有一个基丁的地方教会。基丁的地方教会就是马斯威尔起起来，到今日变的。啊，你若去伊迄教会内底，咦，伫迄个伊的会员都有一个马斯威尔铜像伫遐，吼、哦。所以咱就知影讲，伊要伫遐传教做义诊。啊，这就是伊去台南的时第一间的病。啊，到尾啊，去这个较新的病院，啊，特别这间，迄已经是全台湾上大间的三楼，就是迄阵台湾上悬的楼啊厝啊，哦，伫140-150年以前来讲，吼、哦，咱即摆101大楼，迄在几楼？100几层，哦，古迄个时代，这就是台湾第一个电梯，第一台电梯啊，迄当然不是即摆这种电梯，迄是流龙啦，流龙，有当时啊病人要吊起。三楼的时阵用安尼吊吼，啊，这就是
新老北医吼，啊，目前的新老北医当然讲翻起来了吼，也搁还算未少啦。啊，嘛细个囝嘛，捌伫台南服务，啊，到尾啊去上海，一个麻风病院吼，伊也过去的。好，啊，即个嘛细个去台南了，伊其实已经医馆要交互啥，伊就交互另外即个地区的英国医生。即个英国医生呢，伊毋是传教士，毋过伊是用英国海关。请来底下做迄个海关的医官的地方，啊，就是我拄只讲，船只进出伊拢爱去甲检检查有传染病无创啥，啊，是煞搁甲英国人看病，因为你有英国病啊底下，所以咱英国就是。啊，毋过，即个马斯威尔甲曼顺讲，啊，我即个医官都有真侪台湾人，只要你嘛甲我斗看吼，啊，所以曼顺就教伊。毋过曼顺真了紧，就是讲，伊是一个爱做研究的医生。所以伊伫台湾看病，伊讲诶，真侪病伫英国毋捌看过，因为咱这是一个做代，英国含咱的气候是无同款，所以才有真侪做代疾病，比如讲马拉利亚，英国都伊都毋捌看过传染病，什么橡皮病，吼、哦，是个传染病，啊，寄生虫，这种英国人毋知，啊，每英国人做出理解嘛，因为我拄只讲，迄个时代英国人已经是世界上强的海权。国家嘛，所以伊是要去全世界每一个所在，拢想要去建立伊的殖民地嘛。所以伊毋是来台湾尔咧，英国人嘛去印度啊，英国人嘛去新加坡啊，英国人嘛去马来西亚，甚至英国人嘛去非洲。来台湾的是伊嘛去非洲咧探索，嘛去遐咧建立伊的这个殖民地嘛。啊，所以伊就对这个热带疾病做出，因为去这个热带地区的病，和伊伫英国学的，诶，有一寡无共的，所以。曼顺伊到尾啊，当伊到英国的时候，伊有设立一间热带医学校。这个热带医学校到今还佫伫咧，还佫伫伦敦，还佫伫伦敦。所以英国人佮称伊是热带医学之父。啊，其实就是讲，介绍出侪台湾的热带疾病，互欧洲的医生知影。然后伊拢写出侪论文吼，啊，发表伫英国的医学杂志嘛。啊，不过这是对英国的帮助，但我正要讲是对咱的影响。有一间。李鸿章，咱知影李鸿章迄阵是清朝的宰相。李鸿章破病啊，伊的舌头吼肿起来，直接不大了。汉医束手无策，因为我拄了讲汉医人家手术人家叮当，啊汉医想讲伊是得着癌啦，生一个肿瘤就对了，所以想问死的。结果李鸿章就到处探听嘛，探听了，喂，伫大教吼有一个外国医生真出名。这叫曼顺，所以请人来甲请。啊，曼顺一去看，这不是癌啦，这是补囊啦，囊肿啦，补囊，内底有囊，伊就摕一个针头啊插，插袂了，迄囊就甲引流出来，引流出来就消去啊咧。啊，过来抗生素摕回家，三日就 OK 啊嘛。哦，啊李鸿章，我的医术遮高明了对吧？我这看医大家无补啊，你来甲处理一下就好势。所以李鸿章就甲讲。其实我来清朝啦吼，当然迄阵也无叫中国啦。我来清朝做医生啦，阮遮人口较侪嘛。大教都无几个人，你倒遐做医生，哪有啥物成就啦？贵着啦。到尾啊，曼顺讲好啊，伊真正去，伊去着，伊先去厦门，去厦门了，伊走去广州，走去广州了，啊，到尾走去香港设一个医院啦。所以伫1887年，伊伫香港设一个医院。啊，这人改变。中国的命运，因为你拢知影，孙中山就是去读香港医院的。孙中山去读香港医院，伊了总等于革命的。啊，你有读过历史呢？孙中山等于革命，伊拢去世界海外募款买武器，通等于含清朝拼。结果有一遍，孙中山伫伦敦去互清朝掠去，有无？咱读历史讲伦敦门难嘛，伦敦门难就是，因为清朝迄阵含英国是有外交关系嘛。所以伫伦敦有一个大使馆，那大使馆发现讲，诶、欸，啊，即个都几十万啊，哦，四大寇啊，因为孙中山伊阵清朝政府已经甲列做是要你来统一台湾嘛，总甲你来，啊，你来当然本来就是要送去清朝就斩头啊嘛，结果送去去，咱头历史讲康德利，啊，康德利就是迄阵香港伊两年的教务长啊，啊，曼顺就是校长啊，曼顺和康德利两个人。听着讲孙中山去用清朝掠去，已经变成伊甲英国政府讲，
我这个学生足优秀，你爱甲报出，你千万唔通互伊移住倒去，即移住倒去就糟蹋啊嘛。啊，实在迄阵吼，你开始，那我移住倒去就好啊。啊，如果叫我移过啊，当时天天大只，咱都过未煞，对无？哦，所以有当时啊，一个医生嘛，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啊。我伊就卖甲记就好啦，卖甲记。上面一千条就涨头，涨头啊！你无中华民国啊，历史就拢停死啊呢。今日变拢都无人知啊呢，对不对？对。所以讲，这个慢生，伊有影响到咱台湾的命运，所以咱要记起。但是哦，以前啊，皇上万八斗啦。所以你就是袂使用中文去思考，你要用台语读看卖的啦。拍出个慢生就是万医生啦，拍出个就是八德啦。所以就是咱台湾人叫伊万医生嘛，万生达托万生就是万医生，啊八七个就翻作八德，咱就是叫伊万八德医生啦。啊，你若用八卦的话，较近嘛叫会出万八德，万八蛋的，万八蛋。你若用中文都谈不出，这是台语要读的，所以你就知影讲，哎呦，现在咱都讲台语的，咱无讲客家话的，对不对？这是叫万八德，有啥物啊奇怪？真可惜，伊佫对台湾有一个足大个贡献，咱也袂记。伊伫台湾有设医学院个，我伫台湾人拢毋知影讲伊。啊，咱以前日本人也袂来，以前咱无医学院个吼。啊，即我毋是凊彩讲个呢，我当甲你证明。即当时个医学院，即间就是满省去厦门分诊了，伊伫医院住了，即个所以倒落来医生够咩啦？伊迄阵有只，你看，伊迄基因无变，对无？迄当时伊个基因也细菌哦，迄落时间，哦，即个人条件嘛，即就是迄阵医学下来报告，但是不晓得个，后来伊曼森美邦医学 hospital and medical school 医学校。First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看嘛，第一次执照考试呢，专业考试呢，考啥？考医书去教啊。这内底有啥物题目？啊，咱后面就是解剖学，所以就是外科，就是迄阵台湾囡仔已经用英语在读医学，对伊在读册，啊，佫考试，啊，若考有过，佫发医书去教，佫有人会使，伊会吃药。所以我即马伫医院，伊拢叫学生讲考看卖咧。百几年前，咱遐前辈已经用台语学英语咧谈医药，谈台医药，哦，真科学。台湾人无这个历史，所以跳跳跳啊，其实医院伊嘛无去啊。啊，人香港医院伊老早今仔日还阁是六甲医院，还阁是六甲医院，哦，啊，即摆第一间个医院已经无去。好，啊，那过出来，伫即个前条，我了即三十年。足侪外国医生有来过台湾做这个医疗服务啦。啊，马街也是真出名，咱知影有马街病。不过马街是不是医生？不是，马街是读新南医的哦。马街是加拿大的，但是伊新南医嘛是等于英国留下苏格兰。所以咱台湾同苏格兰的关系是密切。咱只讲明马斯威也好，马斯也好，嘛是从苏格兰来。苏格兰有两间医院。一间叫 Aberdeen， 一间叫 Edinburgh， 这两间医院拢是出名。啊，伊个医院比较新，拢是全世界各地，因为可能苏格兰是较散的所在，相对英格兰来讲，苏格兰是较贫穷，所以伊个比较新，那伫英国找无好头路，伊就拢去世界各地去。所以咱台湾早期来拢苏格兰。所以咱应该去用苏格兰结一个缘啦吼。苏格兰最近嘛要独立嘞，英国叫投票嘞，英国已经决定，敢若一年后要互伊投票，看要独立。吼，所以这真趣味啦吼。马街起来也是对基金起来，啊基金起来以后，各位讲，我就台湾故乡拢有人在做，所以就去北投，啊所以从去淡水，从淡水做中心，马街开始伫台湾传教。啊，毋过马街不爱讲看病。伊安怎？伊嘛是淡水设一间病院，这间病院叫啥？不是马街病院哦，马街病院是咱以后的人去的马街去的病院。马街家己设的病院叫做街医馆，街医馆伫淡水。你即摆去淡水佚佗，这间要治的，
当然即马无咧看病啦吼，但你拢去参观一下吼。接医馆伊就是对英国请一个医生来遐去看病。这个英国医生叫做 Dr. Ringo， 林格 ，Dr. Ringo 吼。Dr. Ringo 嘛真老看病，啊嘛发现真侪台湾的传染病，所以伊也想有一寡台湾的寄生虫是用 Ringo 命名的吼。阿妈讲咧，伊虽然唔是医生，唔过伊嘛捌医学，因为伊在读新南医的时候，有去医学院授课，所以伊来台湾，伊一方面传教，但是一方面嘛会替台湾人看病啦吼。彼当时出门是穿草鞋走路的咧，彼当想讲真好命，出门无头发车人坐，无高铁啦，无飞机啦，走路啦，吼，坐十一路的吼，你看彼当时穿草鞋啊，吼。啊，这后壁就伊学生个人个即个，啊，即个请关注伊吼，啊，答伊个物件安尼吼，到处去传教。阿创啊，赶快去去。马街是台湾第一个牙医师啊，不是泌牙医的店，伊无牙医师执照，就赶快去去。马街伫台湾反正蛮贵的出去。你啊，到伊个日期拢未写吼，今日去对啊，赶快去去啊。啊！伊嘛训练伊学生蛮水滴个，伊就个你看伊学生嘛咧买，啊！即器械拢伊家己发明个，拢伊家己发明个吼。所以马街嘛是真高水吼，伊除了做护士，伊传教，伊真够，迄个器械方面，其实头啊伊真够粗，啊！所以伊对植物嘛真注意，马街引进足侪迄个新的物种入来台湾。啊，伊嘛对教育做重视，所以伊其实对台湾相关的贡献是教育。咱另外知影有一个真理大学，啊，真理大学前身是啥？淡水工商学院，啊，淡水工商学院，当去故乡啦、中学啦，啊，你去真理大学，今日去甲看内底，佫有一栋建筑物，顶管写 Oxford College 牛津学堂，啊，这个英国的啦，牛津学堂。啊！牛津学堂是全台湾第一间予查囡仔读册的吼。清朝的是重男轻女啊，查某袂使读册。无当像恁即摆遮好命嘞，查囡仔坐咧遮读十八岁做伙上。清朝的是查囡仔无人要予你读册，马街是第一个予查囡仔读册，所以设置 Oxford College 伊招查某学生吼来教，所以这是对台湾的富民还是真重要的一个贡献吼。现在很多校淡水中学啊，那个马街附专啊，马街医学院哦，其实拢受到伊影响老大吼。马街搁较要紧是马街娶台湾某，这张你看搁未准，这张你就准啊。这某呢，啊，伊穿咱的衫啊，伊某是台北关五股的啦，伊某叫做丁聪明。啊，所以马街生来拢台湾囝，拢台湾囝嘛吼。啊，即摆伊就拢伫咱的内底，我嘛知影，搞不好对一个是，孙子啥物事。啊，不，咱台湾的原住民吼，以前是九族六族，啊，后来第十族是啥？哥玛兰族。哥玛兰族吼，是对宜兰一直到花莲，即、這个东海岸有一族。啊，这哥玛兰族来对足侪马街的后代。拢姓街，所以真趣味哦，吼！所以就是讲，伊伫北台湾吼，伊行真快，马街差不多创出100间以上教会，所以毋是讲干台北县、台北市，伊甚至到桃园、新竹、苗栗，啊，淡薄到宜兰、花莲，拢有伊的教会，啊，教会拢伊的学生，吼，安尼一直传。所以就是说北台湾吼，伊个影响真大啦吼。这就是伫中山北路上古早，伊就要去马街去个马街坪。啊，后来佫伫德维啊吼，淡水竹围，迄嘛是马街医院，啊，你看新竹嘛马街医院，台东嘛马街医院吼，所以你当讲伊个影响是真大。啊，毋通伊第一间去个叫监狱馆吼，所以。你若去马街坪，伊有伊个纪念馆吼，所以咱去看吼。啊，即摆过来的，即嘛是个苏格兰吧？即、這个医生叫蓝医生，蓝医生，蓝医生因为伊个英文名叫 Lancelot，
篮球，篮大卫，篮大臂，篮大卫，篮球，篮球，我就叫篮球吼。啊，篮球来，当然，各位讲啊，都南部嘛有人，北部嘛有人啊，你有去中部嘛？啊，所以就是去丰原啦、彰化啦、台中迄带安尼去做医疗传教。啊，后来伊就选择彰化，伊彰化说彰化基督教便宜，彰化基督教便宜吼。啊，这就是篮医生。啊，迄阵伊手术了的患者，啊，这就是足侪伊学生。迄阵拢已经真侪台湾人对伊咧学医疗啊，然后学医疗的工课啊。迄阵台湾当然无啥物其他的病院啦，就是干呐教会的病院，靠阮多去学这个物件吼。啊，这等于一开始中基吼，当然即摆中基已经足大滴啊。啊，这条路是一个真出名的故事，就是讲，那医生有一天，福建台湾有一个囡仔，伊皮肤拢烂去啊。啊，皮肤拢烂去啊，啊，所以就要做这个剥皮啦，吼，哎，皮肤移植的地啦。但是迄个时代无人造皮肤啦，啊，所以变安怎？到尾我都家己某的皮挂啦，家己某的皮挂啦，吼，啊，去剥掉这个平常性皮肤。啊，所以你甲看讲吼，人迄医生疼病人到这个程度，我怎伊用伊教学，我拢问学生讲，你会家己某的皮挂落来？保你患者是，你若要安尼做，牙齿看卖，我都无人当牙齿嘞，无关系。到尾有一个牙齿啊，伊讲老师，我想要把阮某的皮挂了，我阮某无法挂。好，所以你个是，唔是咱医生足疼病人，先生伊嘛足疼病人个地方吼，伊愿意为着一个患者，把家己的皮挂落来保你平安生活去。所以这是中华军出名叫做切肤之爱。切肤，切皮肤啦，切肤之爱啦，吼，就是讲，对遮其实是要甲大家讲，伊台湾的即块土地顶边，有真侪，毋是台湾的人，佫比台湾人较爱台湾。咱嘛想讲台湾人爱台湾，台湾人有足侪出袂台湾，做歹代志的真侪，吼，但是比台湾人佫较爱台湾的人，嘛足侪啊。是咱家己拢唔知。我即摆伫罗东圣母医院在工作，我有一个医生对斯洛文尼亚来，斯洛文尼亚，伊是咧澳洲的挂科医生。伊来到阮罗东圣母医院啊，伊39年唔捌倒去，一天都没有回家。这个还不打紧哦，伊39年伫阮罗东开80000多的手术，80000多偌济你知无？你一日若开6刀。一年才2000多，80000多就是40年，从来没有休息一天啊，每天都要在开刀房10几个钟头，开刀出来你就要照顾啊，你看门诊，伊39年唔捌休困过，安尼靠有材料开刀来开刀，所以宜兰的人拢叫伊“欧记”，大医师，大医师就是讲伟大的医术。台湾的医生无一个做会到，你个是，我即摆咧做院长呢，我若要请医生吼，少年仔医生来第一句话拢问我讲吼，唔是咧讲待遇啦，一个月要值班几日？我若甲讲值班2日哦，头我就要倒去啦，无得做。咱即摆少年医生生活品质很重要，哎，你不爱跳，所以你看即摆医生。内科也请无，外科也请无，小儿科也请无，妇产科也请无，急诊也请无。若要值班，恁就无人要做。人一个外国人，莫讲值班啦，全年无休，我就是39年无休。不但39年无休困呢，唔领钱啦。啊，新如讲要摕钱，我就无时间用钱啊。你要钱嘛无路用啊！逐天拢伫开刀房咧做工课，啊出来就伫病房做工课，啊困就困伫急诊室，患者来就起来开刀。如果我无是叫人，我好多用钱啊！伊钱我无路用，啊是我讲了两年，摕一点仔拢啊无去做所谓，伊摕着钱，伊就去替病人交医药费。咱过去专家真侪人，医药费付袂起，无健保以前，三家人伊就去替人交钱。啊，病人咧开刀欠费，伊就甲伊收去。啊，你看这种的啦，啊，39年做到死，待在阮罗东的山顶，无得。
伊讲台湾无可能去做个，无可能。哦，我讲你台湾人较疼台湾的医生，你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日本时代，过一个日本医生，因老爸吼是日本的一个长老会社的社长，采取长老。啊，当然台湾过去长老是一个足重要的出产地，所以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因老爸吼派来台湾采取长老，结果以华联关的秀云乡原住民出草港长史。那个时代原住民要搁在台湾。因老爸叫台西，台西的是这个少年囡仔是日本读高中，伊痛苦了去。伊讲我绝对要替阮老爸报仇。啊，毋过伊是一个基督徒，圣经讲你要爱你的仇敌。所以伊逐天真痛苦，讲我是要爱台湾的仇敌。后来，伊读西南的毕业，伊就过去读医学。医学读了，伊总在日本政府讲。伊要来台湾，替台湾人做服务。迄阵日本政府讲真危险啊！哦，台湾的山地真危险。第二，公共卫生真歹。迄阵台湾传染病也够重要的，但是伊坚持要来，所以从对身体开始入去山区替原住民看病。伊的三个囝拢死在台湾的山区，拢得着传染病，全部死。伊阿明太太马上有传染病，要死，从上个日本治疗好过来。伊伫照顾原住民，到尾啊，哎，原住民嘛感觉讲，这个日本人确实足疼的，所以就不甲接纳，伊就好便宜了。不过伊的日记，逐工拢写讲，今日对一个日本警察去予原住民害死，今日对一个日本的公司的主管去予原住民害死。所以你就知影讲，伊是一个遐危险的政府治疗咧做唔到。最后发生雾社事件，咱拢知影，原住民和日本政府上大一片冲突。你拢看塞德克巴来，迄阿伯故事无讲，这个冲突袂，这个日本人了吗？一方面是伊的政府，一方面是伊上届上届听说的原住民，伊即种无。啊，你原住民和日本政府争到尾啊，原住民怎争袂赢？因为日本政府开始用大炮、用毒气，一直攻、一直攻，攻到到尾啊，才原住民的证书碰了，集体自杀，全部自杀，因为咱证明赢，我讲全部自杀，这是足壮烈的。如果全部自杀，了问题无解决哦，出出来的是啥？老弱妇孺啊，老人、查某人、男婴啊。日本政府将这些老人、查某人囡仔甲迁出，迁去一个叫川中岛，迄是上界偏僻、无蜜糖食的所在，佮传染病上严重的所在。因为其实日本政府想，这个作品也袂对，吼，伊反抗到这厉害，所以查某人拢害死啊，但是这些村民也被自然消灭。结果这个日本医生对这些原住民去传染，去照顾这些原住民。伊一世人就是安尼，伫台湾山区到尾死。伊死的是伊的梦吼，有泰雅族的一句话，讲这是上帝的编制，就是讲这个人的一世人就是上帝的一百道对。啊，干那一个汉字写爱，写一个爱。啊，我就认为讲这个人就是上帝的一百道。毛志忠日本人，但是台湾人无人知啦，无人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对台湾的历史，其实咱要去了解讲，足济在咱的土地顶外发生的为台湾奉献的人，你讲八田雨衣，大家知影啦？这个乌山头的水库，江南大学，这嘛是一个日本的工程师，伊一世人去这个乌山头的水库，和这个江南大学，造福台湾的公民。贡献足大，结果八年余，毛日本政府要调去南洋修建的是死里这个空隙，结果伊死了，台湾人为着要甲感谢，就是乌山头水库要起一个伊的纪念铜像，结果伊的落成是林太太跳去乌山头水库殉情，
回到做个四条四条船。啊，像这嘛是，当然就是直接讲，唔知影啊，别记得讲吼，这个都未听过吼，为了台湾人方面支持支持。所以咱在讲历史的时候，咱要注意一下。这是小兰医生，就是讲拄则迄个老兰医生的后生，伊嘛是医生，所以因两个爸仔囝总统是中华拄好方便超过一百个。小兰医生到到要退休的时，将伊的工作人员大家都看了，最后倒去英国退休，因为啥呐？伊是台湾出世的，啊，伊做医生嘛拢伫台湾嘛，所以伊倒去英国伊也会退休金嘛。啊！即个中医的工作人员就讲啊，即已经遮老啊，要等于英国啊，无收入，所以大家就添钱添钱，添两百几万，讲要等于退休。结果伊把钱拢还给中医，伊讲哦，我阿阮老爸吼，足感谢台湾人，恁阿阮有机会伫遮奉献一百，啊，阮拢感觉无欠亏就对了，阮感觉阮的生活足富足的，所以你袂使阁钱啦。但是你爱注意。因伫中基做院长，爸仔囝两个人拢做院长，但是因领的薪水是牧师的薪水，因无领医生的薪水。当然，牧师的薪水是比医生低足少的。但是伊要离开，伊讲我今日要离开台湾啊，我个人有一个疑惑，就是讲哦，唔知是安怎，台湾的医生奈拢感觉钱无够用。伊讲，因为伊做院长。常常有迄落中央国家明星要出去开业，啊，要出去开业，伊会想要甲留嘛？伊就去问伊讲，啊，咱平时对互伊无满意，还是讲对伊，他会想要离开平？因为台湾明星讲实话，唔是咱平就好个，哦，中央比较好平说，啊，唔过我着趁较侪钱个，所以我着去来开业。啊，我着囡仔大汉啦，我着家庭有啥物需要，总是简单讲就是钱无够用啦，所以着爱出去开业，安尼要趁较侪钱。所以伊做一定也感觉讲奇怪。院长拢遐比医生较少薪水呢，啊，伊阁有够用，啊，阁定来去帮忙善巧患者，伫替人交药，所以讲，毋知是安怎，奈台湾医生钱拢无够用。我觉得是讲，咱台湾人较一个患者，比台湾人较疼台湾的患者的医生哦，足侪个，台湾的医生无几个会当像安尼啦吼。咱来讲，伫前条我要去三十年嘞，有差不多将近要三十个外国医生来对抗，有诶拢死伫遮，咱拢毋知。因为迄阵台湾的传染病是足可怕的，前条诶时代无啥物公共卫生啦，前条政府并无摕钱来台湾要做啥物公共卫生的设施，嘛无咧设病院拢无。结果遮外国人来，伊会着传染病无？会啊，啊，帮我定义嘛，定义啊。所以你若投医生，转，大家嘛着骂你啊。无遗憾啊，大家嘛对。好，啊，即摆到189吼，咱拄则讲，啊，就就聊个证书啊，啊，就哦，如果恁会记得，迄阵李鸿章要去签这个马关条约的时候，伊甲日本人讲出，伊讲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这个化外之地。阮都无爱啊！啊，恁若想要卖啊，免卖就互恁啦吼。意思就讲，啊，台湾这都唔是伊遐爱的所在就对啦。简单讲吼，啊，你免卖就互恁钱啦。日本人互我听无伊咧讲啥，但是后来感觉见原来伊讲的有理啦，是安怎？咱会记得哦，日本人来的时，伊派76,000的兵啊，登陆台湾，对对登陆，对无？所以咱的台湾书拢含幼稚园都还袂毕业，变奥地啦，奥地，好无？国苗，国苗，去国苗看，国苗的海龙王遐有就是日军登陆纪念碑，是啊，哦，变国苗起来，国苗起来了，安怎就台北城？迄阵咱台湾人嘛有反抗的，诶，台湾才独立呢，迄阵成立一个叫台湾民主国呢，有无？台湾民主国国旗是黄埔旗啊，不过咱遐个台湾民主国的带头的拢一尾头就走了了，走了了，啊，就剩只台湾民众创啊，结果倒菜刀，吼，咱也无军队啊，也无啥物武器啊，啊，你要向日本人战是要哪战？日本的军队迄阵是亚洲第一强的军队，对，
一拍赢满千了，伊佫含苏联休战，日俄战争伊佫赢，伊已经亚洲无敌手啊！所以一拍来，军队是正规军的，76,000人起来，你台湾人要整要怎整？当时无在了整，过一阵啥物人甲抓入台到城？郭显荣嘛。所以孤家祥啊，享受荣华富贵，以日本时代享受荣华富贵，要国民党来，佫传国民党。美国嘛是无共个政权内容，永远荣华富贵。台湾厝嘛必有清楚嘞，啥物人为着台湾牺牲，啥物人是对台湾得到好处，拢爱搞清楚。啊，不管喏，日本的修正含咱台湾人正规波卡死160几个，受伤500几个，但是一起来吼，破病死的4000几个。啊！要杀倒去日本就业，讲20,000几个啊！你看会不死的啊？70,000几个病情，我都要一半了，是哦。行了，反正病足可怕，台湾的传染病，日本人唔知咧，所以迄阵才想着讲，原来李鸿章咧讲的是讲台湾病大治啦，迄一人大的所在啊，伊咧爱一地是咧臭死啊，对无？迄阵台湾偌济人口，你讲真？清朝是台湾偌济人口？台湾厝拢考袂及格啦，大家都考袂及格啦，政治拢破输啦，啊，历史是幼稚园的。台湾偌济人口？啊，是安怎呢？迄阵含清朝政府都唔知嘛，你要哪会知？因为清朝实施海禁，是安怎？地心讲而且要反清复明嘛。啊，当然清朝都无希望汉人走去台湾来嘛，所以伊安怎海禁呢？福建、广东是海外，倒退几十公里袂使带人嘛，都惊你偷渡啊！我让你来啊！伊无爱增加电信公的兵员嘛，伊无希望电信公啊，招兵买马，变做招兵买马。所以沿海拢不实施海禁，啊，所以咱台湾人的祖先呐，走来台湾是安怎来？当然偷渡啊，迄个无，唔是寄船票的咧，无迄个轮船在行咧，拢是咧偷渡的咧。其实真趣味就是讲，你若了解这历史，咱台湾人的祖先人拢是啥？是卢汉卡，就是讲哦，啊，伫遐活袂落，啊，就来遮讨食。啊，再来，要过台湾海峡真危险嘛，因为这是乌水沟嘛。迄阵唔是大只船啊，过迄个细只船啊咧偷渡，一半死，二十个海峡。啊，起来了搁两关的，一关都爱让原住民收台啊！你要讲占原住民的土地啊，啊，当然原住民嘛会反抗啊，对不对？爱台啊！啊，第二个传染病，一死你就死几山命啊！所以十个来活无剩一两个啦。啊，所以讲起来吼，咱的祖先嘛是算足勇敢的台湾人，讲唔惊死的才会来。啊，奇怪呢，啊，迄基因都唔惊死，才起码大家才惊死。好，就讲啊，照顾咱的祖先拢是唔惊死的嘛，唔得会留下来啊。好，啊，结果安尼经过一两百年，大家变，变作惊死，这真奇怪呢。啊，不管安怎啦吼，迄阵日本政府讲，啊，才占这地刚好，啊，平常过去你拢水土不服啊，啊，传染病搁安尼啊，死遐侪。所以日本政府哦，真正是国会正式提案讨论，要甲台湾卖掉啊！迄阵也卖掉就好啦。迄阵啥物卖你知？法国，法国人嘛想要爱台湾，所以恁会记得，法国伫清朝要最后结束以前有拍一场侵华战争的。迄阵是家人的外害怕，家人外害怕是游民船同法国人拍，结果游民船拍的，伊即个有哪有机会？伊拍赢，甲法国人赶走，啊，所以法国人想讲，平啊日本也要卖好啊，所以迄阵用1亿的日票，讲要甲日本买台湾。你甲想诶，迄阵也卖予法国偌好，你敢知？第一，咱阿公拢讲法语，真浪漫，对不对？法语听起来袂歹听诶，对不对？啊，但是搁较重要是。迄阵也未有法国，第一台湾早就独立了。二次大战掉，欧美的殖民地全部独立了。印尼本来嘛是法国的，
越南也是英国的嘛，新加坡本来是英国的嘛，马来西亚嘛英国的，印度嘛英国的嘛，卖讲非洲啦，非洲一大堆，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全部独立啊，东南亚所有的殖民地拢独立嘛，所以你若讲台湾迄阵日本灭法国，这是正式国际条约里面呢，无人会当有意见的。啊，法国提出建哦，台湾就独立嘛呢，今仔有啥物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你个上课，你个法国课，对不？啊，法国是甲日本人买的啊，唔是甲你买的啊。所以，这命运，台湾的命运，啥物人改变台湾的命运？真害啦，就是搁一个医生啦，一个啦。这个日本军医叫做后藤新平，你若有读台湾史，后藤新平真重要哦。后藤新平就是迄阵对日本军来占领台湾的一个军医。伊就是知影讲，伊啊国会咧讨论讲，你甲台湾袂掉啦。啊，当然就是讲，因为台湾传染病足严重，所以后藤新平上书日本政府啦。伊讲哦，统治台湾都免派兵啊，台湾若无人军队要安怎收台啊？统治台湾派医生就好啊，派公共卫生的专家，派传染病的专家。这里一部较重要叫做生物学统治，生物学统治。后藤新平讲，统治台湾生物学统治啊，无需要武力啦。结果无想讲日本政府竟然采纳这个人的意见，你知道？讲啊，你这么好讲，啊好啦，派你做民政长官。民政长官就是给人研究民政啊。啊，日本兵来带队的是中道嘛，中道是军人嘛，伊是带军队来，咧扫荡这个反抗军人。所谓命政拢是搞行政长官，结果后藤新平做日本中道副的行政长官，这个人对台湾影响太大了。伊第一样代志做啥？马上展开传染病调查。第二样代志人口调查。我就讲，清朝唔知台湾偌济人口。但是我在新民市场一样，所以说到底外头人口，伊问这个问题，所以去做人口调查，所以人口调查了，伊考察讲，啊，迄个时阵台湾三百几万人，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台湾人口是三百几万，但是当日本要离开的时候是六百几万，我错。后来新民又做土地调查，清朝政府嘛唔知台湾偌济土地，对不？大家讲，大家讲啊。所以来就讲，占一片就是家己的啦。那我们，所以后藤新平对台湾有极要性的贡献，就是讲土地的调查、人口的调查、传染病的调查，啊了嘞，马上设病因为无你的伤兵，当然不是小钱呢，是破病的兵要送回去日本，逐天船都要载几千人、几千人，安尼要送回去，那是办法。所以马上设一间病院，台湾叫做大台北病院。这间大台北病院就是台大台大医院，伊说这间大台北病院一开始是要替日本人看病的啦，不是替你台湾人啦。看日本人的病都未有啊，病啊有七万几个，佮加上官员，总统府的官员，所以佮十万人，日本人伫遮，看病去找啥？日本人也袂找汉医，也袂找中医啊啦。所以大台北病院，啊，佮想讲。啊，大台北面医生护士有这事要对的啦，嘛是拢去日本叫来。嘿，这安尼嘛是袂方便，所以讲我想讲，啊，紧培养台湾的医生，啊，袂安怎？总伫大台北病院设一个叫做台湾土人医师养成所。啊，这台湾土人医师养成所就是台大医学院的。啊，所以讲可能台大时代啊，无啥物了不起的啦，土人医师啦，土人医师养成。那个讲，日本人想讲，伊是殖民者，伊都有优越感嘛。啊，伊想讲你是二等国民嘛。何况伊就想讲你在台湾做，我嘛不是高山族的，就是啥物地方作的啊，就是土人的地啊，土人你知道？土人医师养成所啦。当然，这个土人医师养成所啊，敢那补习班的，对不？叫你台湾囡仔进来，甲你训练一下，啊，就去到你去做医生。啊，不过来嘛，刚刚安尼袂使，所以讲要改。他改做中道部医学，啊，总部医学校就是现在台大医学院进修的医学，哦，所以咱中央讲啊，台湾第一间医学就是总部医学校，啊，想查讲第一个头前英国人嘛，是医师最厉害，啊，佮土人医师养成所，我大家拢歹讲啦，因为当医学院讲土人医师养成所，
真无计，大家知影无？个人心脾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政治家，伊虽然是一个医生，不过伊真有远见。所以不管是北京是医好，开始做传染病的扑灭，做下水道，台北市的下水道就不宜开始的，吼、哦，设定那日月潭水库，上面梯哦，大楼梯的抢掉。所以伫台湾做这个行政长官做七八年，台湾现代化做差不多拢无去。所以日本人知影后面是平时一个重要不起的军人，所以日本人准备咧自卫战争的时候，总搞后面是平调去东方，因为日本人迄阵已经占领东方，创一个未满洲国嘛，调后面是平去做啥？做铁道总裁，做啥？天西伯利亚铁路，一边向苏联修建，那冰天雪地，一边要补给，那都铁路分队无多人去修。所以西伯利亚铁路，结果日俄战争都怕赢，一功劳就多，都调动日本人做运输大臣。运输大臣就是给搞到国定，到尾查一点嘛阻隔，阻隔无行啊，因为伊输掉，伊从出来选东京的市长，所以伊做过东京市长，东京都的知府。所以你会通讲，伊日本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政治家。后来的日本总督哪边来台湾就职，都已经来请教，因为是元老。我今晚要台湾做总督，你有什么支持？或者是你有讲几句支持？伊讲比你台湾真简单啊，因为台湾人爱钱，惊死，都爱民主。伊讲你来了解台湾人这三个缺点吼，你就无往不利。你比台湾真简单，对。这是一个日本医生对台湾人的诊断，这个诊断到今仔日，你看有健康无？有健康，不过咱就真过时。我定定讲伊后生讲，你看，百几年前安尼个诊断，到今仔咱台湾所有行业的看优秀的人才偌济，无法度跳脱这个，甲讲你诊断唔对啊咧，无法度甲推翻。国民政府来嘛是用伊政策的，唔是干咱日本人咧用的，对无？爱情都无你好做嘛，托许行业互你做，对无？爱民主，几啊官互你做，互你去选，你就有啊，大家有啥啥。啊啦，要我讲，要来台，要来官，都加税啊，都加番号。所以，这叫制台三策，后人去明制台。这个日本是讲，正式国会文书、历史文件拢记载足清楚的物件，是讲，台湾这段历史讲的，咱讲就好认真哦，唔知是要甲感谢，还是要甲骄傲对？哦，上面就是讲，伊对台湾的现代化确实有真大个贡献，但是一方面就是讲，哦，对咱这个政权实在有够残酷的，一刀就剁到你的心脏去啊！哦，可以无地还心的，你知道吗？所以，日本人的心目中，李登辉就是台湾人的后藤新平。所以，李登辉有去领一个后藤新平奖，你知影？日本人颁一个后藤新平奖给李登辉，因为伊感觉讲，日本人离开台湾了五六十年内底，唯一会当和后藤新平比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辉。所以这个数嘛，不过我有拄只讲，一个医生要怎改变咱的命运？吼、哦，以前若卖去建议迄什么生物学统治吼，那未来去我国就好啊。吼、哦，咱今日至少大家发现嘛老规矩啊。吼、哦，刚刚日本话咱都要听老爸老母讲，听阿公阿妈讲嘛，姐姐嘛要讲规矩啊。我讲伊也算唔强嘞，这个中道副医后了，就改做医专，后来改做帝国大学医学部。啊，不管哪，这个是台大的前身啦吼。如果你叫我提醒你注意，也是做个代志要注意。中道副医后，小学毕业就去读了 ，OK？ 有学吗？因为日本人来，啊，无中学啊啦，啊，无大学啊啦，
啊，先开始说是说啥？当然说修学嘛，修学叫做国语学校，也是公学校。啊，国语学校、公学校就是教你学一句叫做国语啦。所以咱台湾的国语嘛，常常咧改呢。伊嘛想讲国语就是北京话呢，啊，日本时代国语就是什么？对不？好，哎，不管。啊，修学校最高学府就是总部语学校啊，因为哪个国家嘛都大啦。啊，所以总部语学校嘛归你，阿伯。啊，所以咱台湾以前的医生是高中拢无毕业，小学毕业才无，是高二尔，高二出来就做医生啊，大家拢大医生诶。但是你也不要小看诶，你大家医生才优秀，我连伊也讲过啊，你又知影伊大医生？你搁想看嘛？我只若去阳明上课，我也先来做医生，我甲我爸拜托。日本时代像你这个年纪，已经做医生做几年啊？你知道？高中还袂毕业，就咧做医生啊！你今日过来吼，你把他拄久，你先做者。哦，啊，迄中了以后，毕业生有酒会水呢，有大聪明呢，迄是偌优秀的人物，你唔知影，你今日来遮里把他拄久。哦，所以注意个，大聪明是中了以后毕业生，伊毕业啦，伊想要做研究，要进修。台湾若讲大学读读，也无研究所读读，伊在去日本读。问题你要去日本读研究所，上面甲你收，因为日本的研究所是大学毕业生在读的。日本人伊有高中啊，有高中学校啊，有大学啊，呢，第一代毕业开始读研究所。我你即马台湾一个中国有毕业生讲要来读研究所，全日本嘛无一个咧甲收。但是中国有校长，伊是日本人的教授，因为伊写批互伊同学，才咧日本教授讲，我这个学生真优秀。拜托你，给伊一个机会试看卖咧。一直找到到尾啊，日本的行无底代，有以后的教授讲，好啦，我来试看卖，员工啊咧。结果去，一个高中无毕业的学生去让日本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做伊头家工作，多少名读第一名。哦。我读第一名死啊！你日本人，我讲，安尼要安怎？你办一个博士学位好。伊起足大个争论就对了，伊日本要摕博士学位，都是读啥物啊？毕业来读研究所的嘛。你今仔一个台湾的高囡仔，你高中都无毕业，哇！你怎安尼摕博士？叫讨论费无？到尾迄日本人到处有诶嘛，煞有良心，啊，都拢比咱家己学生较良心，啊，就只好博士学位颁互伊。博士学位颁互伊，轰动全日本，迄毋是轰动全台湾，伊是台湾人第一个博士，美国嘛是轰动全台湾。但是伊是日本轰动，迄较会惊死，是安怎？日本人伊嘛是有优越感的，敢若听伊讲伊讲伊嘛优越感的，哦嘿，所以伊感觉讲啊，你这注意伊个囡仔，你在注意呢。日本时代台湾上优秀的领导班是啥？有讲真的，台湾的教育吼是最高的，好没有。台湾上优秀的音乐家叫做姜文也，姜文也，冇听？你甲想看我？姜文也哦，伊日本时代去日本留学，读日本的音乐学院，伊参加日本的作曲比赛，全国的比赛，伊上优秀。结果日本人唔甘愿第一名而已，第一名重缺，第二名姜文也。日本人嘛是算高义啊，你知无？伊唔甘愿第一名互人，但是伊嘛敢共赢去第三名、第四名。每一个比赛拢是第一名从军，第二名将军。不过尾啊，日本人安怎甲形容讲伊比伊较优秀？你知影日本人德国是足好个对比。二次大战的是日本人德国是同一部个对比。德国伫希特勒个时代外强个，澳洲上强。所以德国办柏林奥运，希特勒主政的时代，德国办柏林奥运会。柏林奥运会办的是德国向全世界征求作曲比赛，结果姜文也世界第一名。日本人拢惊去啊！因为伊日本唔好第一名，结果人变做世界第一名。日本人好去比啊，我就比输伊啊，我就惨了。先赢姜文也是不行，但是你看谁人能去台湾人，无人捌姜文。你捌想过，遐优秀的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家，咱拢无听过。
因为蒋介石去日本人嘛，伊感觉日本人甲歧视对无，甲种族差别待遇，所以蒋介石伫日本离开了，伊无倒来台湾，伊感觉台湾要去日本咧统治，伊唔甘愿，伊总走去北京。台湾人去北京的名号，你就知影偌凄惨。伊当去北京，伫北京的北大做音乐会教授，但是到文革时，倒错。你台湾人，你台湾就是日本人的走狗。你的走姿态啊，头在倒酒，关去牛棚内底，趴啦，变啊个凳就无搭起，想占有啥？家己的作品拢收掉。所以讲，一个这么优秀的台湾人，哎，啊台湾人蛮捌去，啊日本人蛮熟去，伊是日本人嘛，啊中国人蛮熟去，所以讲，同意的。啊，做安尼，对这个世界影响。啊，所以你就要了解咱台湾人的历史。你若无写家己的历史，你无去讲家己的历史，你无解说家己的历史，你永远做无的。哎呀，哎呦，啊，蒋文杰这优秀，日本人都也唔承认伊是第一名啊。但是日本人对杜聪明是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因为杜聪明后来，伊医学上的成就，伊做甲日本的药理学会的理事长。那做台湾药理学会理事长，迄无稀罕啦。伊是台湾人第一个博士，伊嘛是台湾人，当然总部医学校伊嘛是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啊。规间校间咧就是台湾人的教授啊。迄边做台湾药理学会理事长，迄大家嘛无话讲，唔是伊做日本的药理学会理事长。日本是规千个博士，规千个教授的呢。一个台湾人的教授有才调去做伊的学会理事长，那就是讲日本人的学术界嘛，先认讲哦，杜聪明比他优秀，伊无法度。哦，所以你就知影讲，我一个中专毕业的毕业生，诶，我拄则讲的呢，小学毕业去读五年尔呢，结果伫学术上的成就是不达到迄个国际级的水准，这都唔是简单的代志，唔是简单的代志。你同时以后，又加去台大医学院，这还阁伫个，这个建筑物进去台大医学院看，还阁伫个，起码改做台大的人文医学博物馆，哦，这还伫个，啊，这一阵的便宜，你看这台北大病院，迄个时代去出个便宜，当然把它想碎个，迄咪小可代志个，一百几年前，这长洲街嘛，哦，这长洲街这是起码二八纪念馆的成功，哦。这个便宜的规模，比迄个时代霍腾清平这个人，伊雄才大略。伊一开始就认为讲，伊咧把台湾建设做完，全东南亚上好一个所在。所以台北作成这个都市计划规模，拢伊个时代就老，拢伊个时代就老。但是这个你就做唔知啊。我咱拄只讲，啊，这个大台北病院是要互日本人看病。啊，即摆有总统以后，啊，毕业生要实习的时，你有上台去大台北病院实习无？啊，不问题，大台北病院的病人拢是日本人，啊，日本人在互你吐的医师看，对。啊，日本人想想，啊，托去一间病院叫赤十字医院，啊，这赤十字医院就是红十字医院、红十字会，你有上这就是平民医院，这就是台湾看病，所以台湾看病所在就是咱的毕业生要实习的所在。这个病院对咱是足重要，但今嘛胖起也无起啊啦。这个病院对，这个病院就是总统府头前、政府门头前迄栋啦。古早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啦，会记得无？国民党中央党部今嘛拆解起做张荣发的基金会大楼嘛，有无？就中央纪念堂边啊，仁爱路、信义路迄个三角摊迄栋，迄阵是二楼的平房尔。国民党接收台湾的时，就是把这间改做中央党部。中央党部、总统府遥遥相望，啊，这是本来的事实的，这就是咱台湾的所谓医生上早期要实习的时候，啊，所以讲，我先话跳来，啊，当然，这间事实医院基本就是改做台北市立中心医院，市立中心医院的前身就是日本时代的事实医院，不过所在搬走，啊，理论上这个建筑要爱老，这是咱上重要。
一个医学的地址啊，讲就是安尼，伊个历史意义，武汉是遐去啊。啊，即落迄当时的医学的校长，即校长每一个拢是人才，你不要小看他们。即日本人的教授做医学的校长，好，校长我主要做啥？台电书社会社的社长，就是今台湾电力公司，日本时代就有啊。台湾电力公司的负责人就是高木有之。伊对台湾的水电发力，就叫做日月潭水库就是这样，日月潭水库，所以这是真要紧吼。我刷了你，你只能去刷片吼，真对这个。咱去刷片，真对迄地布条是迄落木头的，木头的电线杆。三万查的，黑龙江的六头来，所以全台湾的电力的铺设拢是这个来，所以这是一个明星，真了。第三个校长，这个前面刺绣，这个是一个细菌学的专家，伊发现足多台湾的这个细菌啊、传染病、鼠疫啦、啥物登革热啦，真侪拢伊发现。所以这个人嘛是一个运动员讲的，啊，伊对大方面足少，就是。杜聪明要去理发，讲这个人一直去拜托日本遐个教授，甚至杜聪明摕着国书啊，伊想要转来总统府以后做教授。对，迄阵总统府以后全部日本人个教授，教授投票否决啊。你所有教授拢知影讲，即咱校毕业个都基本高中也无毕业，即马要做教授，变含咱平起平坐，迄要哪会使？甲否决掉。结果即日本人个校长，甲即个日本教授讲，伊拢比你较优秀。你无倒来做教授，啊，人就讲咱歧视台湾啦。所以讲个日本人无法度，然后啊无做副教授啦，啊，从倒来工作回来做副教授。虽然杜聪明一开始做副教授，但是伊设立迄个药理学教室，伊敢若伫日本时代，伊就培养44个台湾人来伊个教授，敢若伊一个人，伊就教44个学生去填个博士学位。哦，所以你就知影讲杜聪明迄个时阵。伊伫学术上的影响，即个我拄则讲，日本时代公学校，公学校就是小学生啊，校长是野多的呢。以前做校长是真歹，你知影无？啊，即个是国语学校和医学校，国语学校就是师范学校啦，师范学校出来要做老师的。所以迄个时阵，当你那会晓读册吼。上好的出路就是读师范学校，无就是读医学校。我希望毕业就去考啦。啊，师范学校出来就做老师，啊，医学校出来做医生，吼、哦，这是唯一的出路。啊，这就是拄则讲的部分，吼、哦，医学校毕业了，你摕到第一个医学博士，吼、哦。啊，伊嘛是正后台大第一名医学院长，啊，是安怎？啊，都到我日本那边造医学台湾人，干一个教授。以后个啦，无第二个啦。啊，所以日本人拢走来找你一个，伊就接收因台大医学院、台大医院，吼、哦，啊，所以做台大第一名医学院长，做副所长院长。啊，不过你较注意啊，日本人拢走国民政府来，无两年就发生二发事件。伊迄阵杜聪明的地位，用台湾，一定爱台啦。加在杜聪明真聪明，走去比。杜聪明二八秘甲陈仪离开，魏道明来接这个新竹县了，人家去甲报出来，啊，先拢甲报出来，足侪人去甲讲，甲国民党讲哦，杜聪明哪有可能反国民党？杜聪明伫日本时代，我做过一件啥物代志？我要去刺杀袁世凯，你拢知影？伊在读中统委后个时，孙中山伫中国咧革命，所以这中统委后个先哦，拢足支持孙中山个，希望伊革命会成功。啊，结果袁世凯篡位了，即以后个先替孙中山足不平，所以周伟水就召集伊后个学生讨论讲，要怎去刺杀袁世凯，搞要派杜聪明去，毋是叫伊家都也先去，叫伊培养霍乱去。伊伫实验室，因为杜聪明就是在做研究，
伊培养霍乱菌，要叫伊炸霍乱菌去北京，要找袁世凯去大收才变倒入伊个迄个饮水内底对个啦吼。迄阵两个人去，一个杜聪明，一个叫翁俊明，这拢因个同班同学。翁俊明就是翁倩玉的阿公啊。所以翁倩玉写到日本来来出名，因为翁俊明到了后都来台湾，伊比较重要是日本。啊，杜聪明因去，当然袁世凯大个所在，哪有可能可以挖会钱啊？迄拢有人咧挂，啊，人看到两个高音啊，大个鬼鬼祟祟的，你就来盘查讲你在创啥？叫伊两个惊一下，杜聪明紧走。啊，这就是因读册是一段。啊，所以杜人去甲魏道明讲，啊，杜聪明读册时，伊嘛是足讨厌日本人，啊，伊嘛足讨厌袁世凯，所以伊是足支持孙文的嘛。啊，这种人哪会甲你反国民党啦？袂啦，一直甲保起来。所以到尾啊，魏道明讲叫伊出来，无甲杀。啊，毋过当然无甲你杀是无甲你杀，台大医学院长就无杀。哦，当然，伊走去里边作者够累嘛，所以国民党就派一个外省人接台大医院啊。啊，当然你也了解，国民党是排斥日本人，因含日本小姐啦，所以伫战后。台湾人的人才，伊拢认为讲，伊这种是日本人的影响啊，一波，所以伊基本上伊对杜聪明就非常接受，所以杜聪明嘛为着安尼，伊真失望，伊离开台大了，佮伊的好朋友啊、同学啊，拢互杀了了啊，台大迄阵嘛真侪教授啦，拢互掠去，学生掠去，啊，杜聪明上优秀的另外一个台湾的学者，咱日本时代台湾有两个上好读册的人，就是杜聪明，一个叫林茂兴。捌听过林茂兴，林茂兴是台南人，林茂兴是中英中学，伊读到尾后，毕业了，伊去东京读东京帝大，东京帝大毕业，佫去美国读哥伦比亚大学，所以伊是台湾人第一个伫美国摕到博士的人，就是林茂兴。啊，杜聪明是京都帝大第一个摕到医学博士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伫日本时代一南一北啊，就是两个上优秀的。博士，啊！林茂兴摕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回来了就是回去台南工学院做教授。台南工学院就是今日成功大学，成大嘛，所以伊遐做教授。最后，伊就是讓叫起来台大做第一任文学院院长。迄阵杜聪明是医学院院长，林茂兴是文学院院长，结果二二八发生，哪能叫伊两个走去？你伫台湾社会遐有影响力的人，你一定是遭殃的啦。杜聪明较巧，伊真正走去美。林茂兴上过土地啦，伊讲我无做唔到代志，我要美啊，我要走，叫我要走，军情来个，掠去。林茂兴掠去到今仔日，无人知影当时死的，无人知影死伫倒，就是一去不回啦，就失踪去。所以这就是。战后上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名字就是安尼。林茂兴的后生，就是迄阵台大的精神科主任，台大第一任的精神科主任叫林宗义。林宗义，林宗义本来就是伊战后打日本人结束的是林宗义是东大毕业，伫东京帝大的病院在做精神科医生。杜聪明做医学院院长，总甲叫倒来，讲你倒来做精神科，所以是台大正好第一任精神科主任。结果伊老爸黄立是找无，讲伊真怨叹，所以到处问，到处找。你甲想，伊迄个时代台大的精神科主任，伊去拜托医学院院长，还有拜托台大校长傅斯年，安怎去问政府无一个人会当甲答复到？你老爸送了去，啊，进来袂到。无人有法度甲斗，所以到尾林宗义作失望的，伊终于离开了。离开台湾，伊迄阵的学术地位，伊是马上予 WHO 世界卫生组织甲聘做顾问，去一百几个国家做顾问。但是伊就歪转，伊讲你无法度甲我交代阮老爸到底是到今生也死拢唔知，就歪转。四十年无做，到到1987。我要平反二八的运动的时候，我去找伊，我讲，你到倒咱做伙倒来台湾拍片，你懂这个？伊甲我讲，我若要倒去台湾，
第一，我来公开纪念伊老爸，因为因老爸失踪四十年，伊毋捌替伊办过一个公开的追思活动，因为伊毋知伊的忌日是当时啊，毋知对伊死的啊，所以无法度通办啊。所以我一直去找翁修根、翁修根牧师，迄阵是济南教会，台北的济南教会牧师，我要办一个李茂生的追思礼拜。1988，我甲办这个李茂生的追思礼拜，啊，林总的教授。啊，林教授，伊离开台湾足久，所以你可能也拢毋捌听过这个。毋过，这伫国际上是一个足出名的精神科医生，晓得吗？伊做南美洲的顾问，会中间去几百个国家，但是中国嘛，甲邀请去。中国甲邀请去的是要甲统治啊。一落飞机，派这个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伊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的老爹就是廖仲恺。廖仲恺是国民党内底一个大佬。廖承志来接机，第一句话甲林宗仪讲：“欢迎转来祖国。”林宗仪讲：“我的祖国是台湾，我今日是来贵国访问。”廖承志第二句话讲：“国民党杀死恁老爸，嘛杀死我老爸，所以国民党是咱共同的敌人。”与廖仲恺嘛，伊有即个就暗杀掉。国共内战内斗的时候，其实国民党内底的一寡元老，拢有即个就暗杀，利用廖仲恺嘛是。所以廖承志嘛，伊讲讲，国民党台死恁老爸嘛，台死阮老爸，所以是咱共同。林宗仪甲讲哦，无唔对啦，国民党台死阮老爸嘛，台死恁老爸，所以哦，这是事实啦。但是台湾含中国，无一代就对啦。你莫讲咱是共款，我含你无共款。你会知讲，伊迄代，伊所受到的，迄种的遭遇。有话无得讲，有话无得讲，所以二八发生当然，真侪台湾的优秀的领导者拢遭殃啊！啊，即内底当然包括做电视，包括做电视节，吼，拢受到真大的一个委屈。这是多方面的一寡所感的，就为是大家知影嘛，这是。伊同同学是同学，日本时代这是领导台湾文化讲日本人上重要一个事情。伊成立文化协会，伊全台湾真侪文化演讲无代志，伊办一个报纸叫《台湾民众》，伊组织第一个台湾人的进步，叫《台湾民众报》。我咱茫想讲民进党是台湾第一个进步，毋是啦。1920年代，咱就已经有进步啦。这位是真可惜，39岁过世。无疑，日本时代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拢有影响。因为那是足大，日本人真气，但是无想到39岁就过世去。这位是死的是日本的警察全部干死，结果有5000个人来甲送葬。所以，迄是一个，可能日本时代台湾真要紧的一个医生。罗浩嘛是因的同学。那是日本时代上重要的作家，哦，用白话文写过，伊的小说啦、诗啦，到今仔日个广东那边，反映迄个时代台湾人的心声。哦，这台湾人第一个结构留下的，剩下这拢真侪东西。我刚才讲，日本人伫台湾50年，超过培养2000几个医生出来，超过500个牙医师，有最少超过600几个助产师啊、护士，加起来超过2600个。所以讲，大概。经过日本人迄段时间了，台湾的现代医疗已经相当人才，真侪拢培养，各地即个传染病嘛拢差不多有得到好的控制啦。吼，这是日本人啊留下来吼，啊，迄阵嘛留真侪病医了。啊，日本人真重视即个热带医学研究，是啊，因为后来伊要发动即个大东亚的战争，要去南洋啦，要去东南亚，所以一直感觉讲伫台湾培养。了解这个做代医学的人才是真要紧，而且物件当然即摆已经过没落了。这做代医学研究所就是顶教育部啊，台大医学院啊，教育部就这栋建筑物就是过早的做代医学研究所。啊，二次战争的时当然台大嘛有这种轰炸啊，做厉害啊，所以迄个时阵台大有投台币投入的增加。啊，即个我拄只讲发生意外的是，台湾足侪医生拢牺牲去，即个家人上重要的医生，
迄阵个人个市长吼，廖碧台，即宜兰吼新竹县市长廖碧台，花莲个市长张庆龙，张庆龙三个囝嘛拢医生，四个都了去，所以即医生大家拢不一定会参加啥物政治活动，但是因为伊伫地方足有名望，也是讲足有影响力，就拢讲列入即个三部个名单内底。这是嘉义的议会内底有三个医生，结果两个也去投，一个走无疑就是柯世贤。柯世贤，你从嘉义这个议会派一个和平使节团，还要去支持，结果到半路柯世贤无去成，伊落车无去，所以伊无去台的。剩下两个医生拢去台是，一个潘无记，一个龙炳清，这台两个医生吼，啊，这高雄的议会。嘛是拢台，拢台啦。啊，这就是平民的爸爸。平民的老爸是平生路，嘛是一个足出名的胡三国医生。伊伫高雄的时候，因一团嘛是去山顶找彭孟奇啊。要去啊彭孟奇讲课，讲平常搁拍，结果去的总了台总台，敢若平生路无台去啦。因为伊阵的影响力嘛真大，所以足侪地方人去撞到要来救的，无救到了。伊讲永远袂使阁插中国人的政治，所以完全退出政治。不过伊讲这句话，平民敢若，平民到尾啊嘛为着台湾人自救宣言，阁去坐牢，啊到尾逃亡，到尾阁倒来台湾选过总统吼。刚刚讲啦吼。到国民党来了，台湾的医生受到这个真大的打击，有产生两个副作用。一个就是讲台湾的医生总沉默啊，不爱讲话啊。因为日本时代台湾的医生是积极参与这个社会改革的运动、政治运动、文化运动，拢真积极。但因为这个字把大台了压，所以台湾的医生就来变两种，一种就是讲退居这个研究室做研究教书啊。做学者安尼，我都插一个细数就对了。啊，另外一种呢，搁较专心看病赚钱，照顾我囝吼。细数无爱插，啊，因为感觉钱无够用啊。啊，这当然是对台湾社会有真大个损失啦吼。所以伊到1987，二八经过40年啊，我较开始想讲，较少年个即代爱搁徛住。啊！伊阵咧平反二八咧是解药，我咧解毒哦。所以我每一场拢有进步，互伊了包。讲啊，我咧目镜拢讲破，讲啊。啊，不过每一场啊，去我冲出去吼，游行了吼，温团苏联拢无在。解药咧是无机会游行化，所以袂当抢机会游行啦。所以伊讲，逐场拢有意外。我讲有啥物意外？机会游行都本来基本的人权啦。啊，若冲破，军团苏联无。所以我伫专台湾叫讲23次，第一就是安尼，啊，迄阵也无人家属嘛拢唔敢参加，因为家属想讲，这个代志哪有可能平反？足侪个国民党还搁咧执政，哪会道歉？哪有可能赔偿？伫因想起来，这无可能的代志啦。啊，40年都无人敢甲因关心。啊，但是我迄阵我做主席，我讲咱的诉求一定拢会行，行咯。我们要制定二八做国定纪念日，你都免问国民党政府准啊无准，问台湾人就好啦。咱家己自办，你讲大家拢休困一天，啊，就是国定纪念日嘛。咱都未做个纪念日，为着遐侪离乡离的啦。啊，咱讲遐人不是叛徒，啊，都不是叛徒嘛。是啊，国民党讲是叛徒，啊，国民党讲伊是用日本人利用的糟糕，啊，无就是共产党煽动。咱如果不是啊，迄人是有良心的台湾人，优秀的台湾人，为着台湾要争取人权、自由、民主、人权。这历史的解释权是伫咱的手嘛，太是统治者的手。你要叫统治者解释，美国永远伊嘛袂好，你要挨打。现在家己解释咱历史，所以我准备挑战的时阵是讲，啊，你台湾人到底是不是家己的土地主人？啊，主人要做代志，就去问别人讲会准袂使。对不？咁就讲问因讲，安尼会使啊？会使？就讲，咱问咱家己就好啊。啊，结果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每一个诉求拢实现。对，即款是伊讲，就是固定纪念日，
我伫另外一方，甲团委副长聊哩，每一个拢陪笑，个人拢嘛多巧，即马到处嘛去二班纪念碑，每年二班嘛拢咧纪念活动。我即马我电脑歹创造，即马无危险啊，对无？迄阵有危险的时，该病的时，我逐日嘛病。但我今日讲的是干哪讲吼，台湾人爱有家己的信心。你要做这块土地主人，你家己认为对的代志，你就唔敢做的是，你无可能做主人。但是要做主人要有责任，因为咱决定的代志，咱家己要负责。台湾人就是无信心，所以决定代志唔爱决定的，啊，唔爱决定就是讲，决定权交给别人嘛，啊，你将命运交给别人，你永远嘛做快乐的奴隶。有人叫你做这个做，有人叫你行那个安尼，啊，当然，互你食饱饱，穿饱饱，互你趁钱嘛。但是你是一头快乐的猪嘛？做主人是真痛苦的事情，做主人不是太快乐哦，做主人真痛苦。你决定家己的命运，有当时爱付代价，这个代价是指有当时爱付出生命。哦，啊，这种痛苦的代价，你要付，你要做主人，你本来就是爱痛苦，有尊严啊，但是痛苦。啊，你若无爱。你做你的快乐的奴隶，我就看你变到酸点。好，所以我伫二八边问这个代志，我足深切去感觉就是讲，台湾人要做主人，当然要负代志哦。啊，因为你足侪兵毛，你也去看，啊，台湾人也去看的人一大堆啦，也毋是咱的。哦，会死会死，我迄阵家己的判断比较规矩。你有在了规矩？1987年，你有在了规矩？你若赔钱，就是搁一遍二，但是若搁一遍二八，咱讲无一定，从第一遍较清楚，这就是咱今日面对的一个挑战。中国政府过来，嘛是搁一遍二，咱也唔敢问回通，咱唔敢问回通，伊咱同遐反抗啊，啊要反抗，当然是要伊真水嘛。啊，但这个代志，你该有准备哦，你要家己知影讲要怎做。哦，所以这是我感觉起来就讲哦，今天大家伫这个所在在关心台湾的前途，但是想要讲历史，因为历史互咱足侪会当反省学习的所在。啊，了解历史了，咱感觉就有信心，咱有一个咱的根嘛。哦，台湾过去伫这个土地顶面奉献的人足侪，优秀的人足侪，但是咱袂当讲迄个牺牲比无计较，比别个牺牲去。所以，拄只洪先生讲，我最近阁要办一个报纸。朋友，大家听到讲我要办报纸，大家讲唔通啦，温死的啦！哦，你的倾家荡产，你温死的。我讲温死的是滑稽，要死埋真的死，啊，无你讲存不住死又该怎？哟，啊，大家干那物质，啊，物质不如正道，啊，要死你就战斗哦，死一定能保存不住死。哦，所以讲，啊，日本时代，咱的政府就去办报纸，哎，几百年啊，咱今啊，含一份报纸都办袂起，啊，一份报纸办袂起，要建一个国家，啊，你无天方夜谭，有影？哟，啊，办报纸天天倾家荡产的，但是建立国家是真正爱抛头颅、洒热血啊，你这个头先夺起来，对。啊！你若甲我讲，即个头要夺起来啊！你要烦恼增加干嘛？你讲啊，无啥物通烦恼的，你讲。哦，啊，该正道的时阵正道。哦，我就讲，啊，唔惊穿，唔惊穿就惊变嘛。啊，台湾人惊穿会解决啦，就是袂解决。啊，唔惊穿，唔惊穿，无你嘛惊变，对无？啊，无你怎？哦，你就是你不准试才做落去，啊，你较大爱酸叹气有较爽。我叫我们台湾人无遐无用，哦，嘛无遐无用，哦，我今日讲到这尔，搁刷来要听哦，安尼如果做无，大家大家，我们女生咱今晚继续嘛，啊，咱家当然是继续嘛，大家带点陈医师来这个，陈医师这边啊，跟着蔡明华，蔡明华这边。来来来，大家掌声欢迎！来，跑跳到位了。
咱真福气吼，啊，今仔会当听到咱陈律师安尼甲咱讲较遮清楚，即台湾的医疗史，将来台湾的医疗的历史，嘛是咱台湾人啊学习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吼。啊，包括咱家己本身在政治方面的历史，即拢安尼学习的。咱目前所读的即历史，拢是中国人无咱的历史，那不是台湾的历史，拢甲你跳过，拢无你知影真相。即嘛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啦，啊，就是咱来追求的物件。李登辉先生讲的，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你袂记得你家己的历史，甲前人的历史，做你的历史，这就是咱的真正的真相。真正来知影讲，人因外来这通底下，就是用安尼在甲你洗脑，在甲你改变你的基因啊。啊，所以今仔真难得，有咱陈律师啊来这甲咱改，做咱种种这台湾。好，到尾这历史的过程，尤其是医学的历史，这是咱来台湾人的历史来非常珍贵。彭先生，多少鼓励？鼓励！感谢！感谢！来，各位同心，因为今仔拄好无咧落雨吼，秘书长交代讲，咱今仔赶紧来翕相。啊，第一天。